得啦，嚟啦。等等，我唔识嚟呢度。等我睇下。今日我两个倾偈啊。系啊，就系两个倾偈啦。你看那个是演员哦。Live 的。明女，你明了咩？等下，等下我们 live 一下。等下，你讲你什么？没有。没有啦，我们现在 start 了的，但是还没有人嘛，不用讲先哦。OK， 而家啊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等一下多几个人进来，我们邀请小燕子跟我们讲一下，哦，讲一下什么呢？讲一下她的见证。我的开心事。嗯？没有。没有啊，但是你看到我的 live 吗？没有啦。这样你没有 like 过我的，我们等我们几位朋友进去。我没有做过这个嘞，这样不用紧啊，你进来就对了啦。OK， 我们今天呢，等一下我们会请我们的小燕子，我们的阿燕呢，跟我们分享她哦穿 easy pant 真的是很 easy 哦，就瘦了她的大肚腩。没有啦，因为哦小燕子是这样的，她跟我的，你看啊，她站在我身边，你看我几小鸟依人、哦、所以哦其实她个子不高哦，她真的是哦很娇小玲珑的，所以娇小玲珑的朋友哦会面对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肚子只要哦大一点点就感觉很大了的，是不是这样子讲？是哦是哦，真的。小燕子你讲一下你面对的一些困扰，你买衣服刚才你跟我讲买 S又惨，买 M 更死哦，什么原因呢？啊、哦，原因就是啊，我个子小嘛，五尺还差一寸哦。那呢，我穿 S 的时候呢，很多是呢，它的长度对啊适合，它的腰呢就拉不上了哦，因为我有肚腩嘛、啊。你可以讲广东话嘅，我讲华语啦，你讲广东话啦。之后呢，我就买 M size 哦、，M size 咧就阔落落呢度，又唔系我想爱嘅、哦，就变咗直直咗，唔系我中意嘅。直接呢、我公司出咗呢条 Easy Pant 咧、我哇发达。点样帮到你？帮到我，因为我、哦、小燕子哦，而家好多人睇到佢哦，第一句话就系讲佢，你做咩瘦咗嘅？系咪？系、自己都唔信，我唔信喎、佢唔信佢自己瘦。所有朋友的眼、包括包拎在我面前咧，都講咧就肯定係嘅咯。佢嘅肚真係瘦咗，你知冇？其實整體 balance 咗、balance 咗，即係呢個係最開心嘅。所以而家我 S S 著到好均勻咗。不過最重要我分享咧就係咩咧？冇，你分享下你點樣著，做咩咁樣好輕鬆就嗰、那個肚細咗嘅？就喺條褲嘅神奇咯、你點樣可以分享俾我哋嘅朋友知你點樣著呢條褲？日日著啊，點樣著啊？係咪日著廿四小時啊？白天要穿啊，晚上要穿啊？沒有哦，我沒有在這樣穿吧？為什麼呢？為什麼？因為 pre order 全部搶，我只有一件，所以呢，我再拿到的呢，我又給我的顧客先，所以呢，我又要穿又要洗，直到呢，穿到今天呢，不超過15次。不超过15次，只是白天穿，肚子就扁了哦。是咯，因为啊，你知道小燕子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哦，她的另一半也很厉害煮，也很厉害吃，所以呢，如果今天如果要 zip 小燕子的嘴巴来剪肚子的话，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我也不会 zip。因为美食嘛，对不对？不吃好像白不吃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吃了就很开心哦。所以呢，今天只是穿不超过15次，她的肚子扁了，真的。那还有一个要分享、来来来，还有一个，刚才她也讲、那天呢，我们去伊斯坦布尔咯，然后呢，我就呢穿着去上飞机。那个飞机的行程呢是一个小时，我们又 extend 在新加坡3个小时。大家都知道了，如果有坐飞机的经验，你这样坐又不是，那样坐又不是，加上我之前有跌倒过两次，哇，好像是滑雪跌倒的啊，对，然后两次啊，一次是滑雪的，那时就没有经验了啊，就有后遗症，一次痛，有刮痧，有吃产品，有防刀，知道了，后来又跌过两次，在家里那边抹地太滑。就呢，最近哈、在6月的时候，我去苗本回来呢，我有
扛那个行李太重啊、哦、因为自己 extend 了带了我两个姐姐，所以呢回来我真的有去做很多次的针灸，都是在痛着，直到我穿这个裤子呢，这个真的是要分享出来的见证、嗯、我坐飞机直到下飞机到今天呢、嗯、回来了、哦嗯、都没有痛过，这个一经真的、哦、就是那么的神奇，真的是、因为我之前是没有穿上，我是一直在听嘛，听啊、所以我们听哦，这些见证我们觉得有没敢夸张，我真的也是这样感觉、可是自己亲身体验真的不一样、痛在我的身上跟真的没有痛了，这种心得真的是没有得骗的，没有得是不能讲硬讲出来不可能的咯，他真的是给我感受到又 easy 又可以 fit 了又瘦了，哇真的，所以 two in one 哦，第一又可以瘦了变美了、第二呢就可以哦照顾到啊，如果你有跌伤你有旧患的人，然后你有腰骨痛的人，其实这 easy band 真的很重要， easy band、你穿上去它就保护我们的腰骨，你看啊如果跌伤过的人、坐长途飞机，小燕子是很小只的啊，其实在飞机应该是很阔的你知道吗你看你看我几高大哦，所以哦坐飞机基本上啊位置是很松的，可是如果你有痛的人啊，你真的是左坐一下右坐一下，感觉又想哎呦很辛苦的，可是这个 EC pad 啊穿上去坐飞机十多粒小时都摸满台，哇我觉得真的是哦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哦，可以穿上我们这个第二代的 Codenshi pad 啊，让他们都可以让我们的朋友都可以受惠，对哦、所以今天很感谢我们的小燕子好、跟我们分享哦，她一点点的穿了 EC Band 的心得，我相信哦继续穿下去小燕子真的不得了了，她会飞哦是不是，感谢公司那么特别的设计布料是、让我们可以穿出线条又穿出健康，是谢谢，所以没有浪费时间，因为我们时间不够用，所以如果能 two in one 的更加好、对不对，对、不过呢各位乡亲父老哦，现在还是在 pre-order 的状况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或者你只拿到一件是很正常的、因为我们 leader 我们也是拿到一件而已是、对不对啊，所以呢很期待哦，这接下来我们的裤子呢、在 in future 事业的时候呢基本上、都会有stock 了的，就不需要 pre-order 了的，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有这个福气穿上我们这个 easy pad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哦就是这么轻松愉快，然后呢下一次呢我们再期待还有谁可以分享他穿了 EC Pan 的一些见证 OK， 所以我们晚安咯晚安咯